萨姆带领的妈哈嘎莫用传统歌舞展现哈嘎文秀。哈嘎采茶条是总楼黑地公司福建广东哈嘎体系流传当广感民间曲条。台北请哈喽明明明两台北黑唱过安排的不意正常的表战一对推翻香港和幼稚的高级委员哈嘎相信都点出本地表现出最闹年精彩的节目。部分系由客家自称歌手林振宇先生，还有李秋霞先生做代表，不安徽变得很硬精彩，每代都来采创乡情感，年年飞扬。那位今年嘅国际客家合唱演唱会，内容包含了陕西客家研究、南方文化让客家音乐调，选歌非常丰富。总共有149篇。为了客家人，为了听听其他客家人海内外客家这个声音，客家人的声音，所以聚集在一块。一展冲突的陕西书法展，两部中的六年展板新改，对付六部则出在哈嘎人，全程123公尺，八度的人物将去2000改，东西发改开发出来哈嘎人历史后一百两千个故事。除了两条法通之外，还有重要的全线狗行业改革前进台会将会到广东省改红岩市来举办。今天我们交给了广东河源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向华先生。河源呢，你自己都经过了的客家地区，都跟纯的客家地区，大家都十分想研究为世界客家人的机会啊交流啊，做这样的河源人的贡献。红岩是伫广东省的东北部，全市348年度的行业。若令天津台风飞起，红岩市专门欢迎大家行业的台风去下到红岩相会。欢迎台湾的客家同志，一来老两年到红岩来。下周小峰和林秋玲，中国陕西西安采访报道。